我叫温若兰，江西人，少氏家贫，随兄长来沪谋生。我大中华极贫极弱，若兰愿尽毕生所学，报效国家。一个健康良性的社会应该自上而下定制最公平最合理的法律，让有钱人能够合法经营，穷苦百姓也能老有所依。我这个好苗子，有天赋，身份也特殊，最主要的是当了需要的这样的人才。钟山先生也一直都在忧国忧民，为了救国一直都在不懈奋斗，奋斗到了人生最后一刻。他们可以只手遮天，指鹿为马，把黑的说成白的，但是他们不能污蔑好人吧？天上有虎狼会吞噬百姓的血肉，留他又有何用呢？我真的是以身在这座山中为耻。我要去瑞金，去走我哥走过的路，立在一身勿谋也，立在天下必谋之。我会不辱使命，为党的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，这是我的理想，也是我终生的信仰。抖音